无法想象，将一切荣耀归主。上帝话记载伫创世纪第八章第一节到十九节，创世纪第一章第八章第一节到十九节。咱做位来读。上帝记伫玛雅甲一切的画面，以及甲伊伫大船一切的情形。上帝呼风吹地，水就渐渐消失。深恩的水源甲天的空气拢换来，天里的雨也煞，水对地上直直退。150日后，水就渐渐消。7月17日，船靠伫加拉勒山的山，水搁渐渐消。直直到10月初一日，山头才出现。过40日，玛雅开伊所做大船的窗仔，放一只乌鸦出去，乌鸦飞来飞去，直直到地上的水担。伊搁放一只鸡仔出去，咧看水对地上退也未。总是怎样找无歇脚的所在，就倒转来大船那徛，因为遍地面了有水，那从手指伊掠伫大船，伊搁停候7日，搁放怎样出大船，到下昏怎样倒来伊遐。嘴甲一条新的橄榄条，那才知水对地上提炼，伊搁停候7日，放怎样出去，怎样拢无搁转来，到那602岁，正月初一日，地上的水拢干，那就翻开大船的盖来看。就看见地面已经干，2月27日，土地拢干。上帝对那阿讲：“你家己的母、你的囝、你的媳妇，拢着出大船。伫你遮看有外肉体的外面，就是火鸟、僵尸，以及一切所伫地面的虫卵。”拢着带因出，予因兴旺伫地里，生团就真多。对迄个那阿甲伊个囝、伊个某、伊个媳妇拢出来，一切个走兽，一切个虫卵，一切个飞鸟，见那地球所看有个动物，各鸟因族类也拢出大阵。以上，咱今日先听大家讲，咱即个要请刘牧师来咱分享。